上床吗？再喝一杯。楼下的人吵得我睡不着觉。行了行了，在下白驼山少主欧阳克，我叫陆小凤，江湖上早有耳。人怕出名猪怕肥，在下不才，想请教几句。好啊，我们比气功。行吧，咱把话说清楚啊，不要说掉下来，得拜我为师。要是你输了呢？只要我能做到。我只希望让我安安静静的多睡一觉。妙，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妙极了。那我赢了，此言差矣。好好好，就算平手。上期在京师，这位地主帮主，请留步。在下至今念念不忘。你有哪门窍？秘窍？能力？我陆小凤到了，不会轻易放手。我欧阳克见过天下不少的美色，你是独一无二。即便是为了死，我也不后悔。哎，姑娘，请留步。又走掉了。我欧阳克白驼山少主，有才有貌，出身名门，没有你们拒绝。我陆小凤遇是雷锋，雪白丹女，没想到本体一样，灰头土脸。我们怎么办？去死！你说起话来可真不好。